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雕创作家林哲宇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石雕龟。很多刚接触石雕的朋友或客人都会问，为什么常见以乌龟为主的石雕创作？其实这是台湾独有的一种石雕文化现象。东方人普遍认为乌龟是长寿、平安、吉祥的象征，再把乌龟的形象结合石雕的变化，各种可爱的石雕乌龟就诞生了。近期有一位客人寄了一颗龟甲石，希望我雕刻乌龟。这种石头因为天然的纹路像龟纹而得名，然后他在包裹里面还折了一个很可爱的财神爷和蟾蜍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前往工作室记录下雕刻的过程吧。这件黄金龟是客人定制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，所以他希望能在落款处落上他的生日日期，来当作礼物送给自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样子吧。